嗨嗨，你还好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说到打民事官司啊，你得学学我，要亲自跑法院。我都用云端起诉，很方便的。哦，说到方便啊，准备一台手雷车准没错。再多的文件都不怕。线上起诉文件都已经电子化了，少用纸，爱地球吗？你还有空喝咖啡啊？送起诉书需要分秒必争耶。别紧张，线上起诉马上好。如今他方当事人同意，就能从云端上交换预览诉讼书状，非常方便。即日起，民事诉讼已经开放线上起诉，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申请及递送书状，制裁及税务诉讼也已经开放喽。欢迎律师、会计师、专利师等诉讼代理人多加利用。